少年，嗯，抢先了。哦，这个词挺好的。愿望，大蛋糕。我们几个要搞一些反串。蛋蛋。哎，什么？你问题啥？我们演唱会的惊喜，最后一场。哦，哦，我们反串，我反串。我一个字。好，快点。风。风。我可以做一个，就是一个声音吗？你俩说的是一件事情，虽然是那没关系，声音和词是不一样的。胡云冷说的吗？摘掉啊，摘掉啊，是是是，有有有，啊，消失啊，好，创造营，创造营，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对，怎么能少了这一趴呢？真的是啊，你要说吗？长头发。假发，就这个。你要搞下回的演唱会，谁会是第一个哭？老公，刘宇，刘宇，我觉得我会哭一点点。哦，他开始之前就要哭，对，应该是。谁会哭？不会有人哭。亮亮吧。我，没长泪腺，没长泪腺，眼眶含泪也算哭。Ricky 也不会哭。除了他们俩都哭，你们都当互联网没有记忆的吗？哭的最痛，林默。鸡肋背肯定是小九，小九，上次就有可能不会，现在就开始有点不行。米卡吧，米卡，我觉得米卡，我觉得这两个人哭的哭太多了，不，对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不我们玩一个游戏吧，就在台上谁最会哭，好啊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